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技巧是我们手机照相机的一个小功能。当我们外出或出差需要外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提前先检查是否有针孔摄像头。如何检测呢？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房间关灯调到最暗，最好是选择在晚上，然后将我们的手机照相机打开。打开之后，然后我们将我们的手机向四周照一遍，如果手机当中出现红色的小圆点，这样就很有可能会有隐藏的监控摄像头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更换其他的房间，从而保护好我们自己的隐私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这个小技巧可以帮助到大家。更多精彩，请关注灵动生活，再见。